好来，各位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李白。好，我们今天要来解一下任务哦，就是这个井边组真松勇通过战斗一二三四跟 Hard 四。那我的第一个只有他一个人哦。所以不用帮手，我们看看这样能不能通关。出发了，第一站。七架，所以这个要打几架？九架。十一、十二。结束，十二架，应该就你只要不没有被。没有被击败的话，应该就都可以通关了。那这个活动只能排一个，只能排他一个人，他一个人上哦，其他人不能帮。那这也是 normal 的第二关，第二关就是。靠油！不能放人哦！我干嘛还点？习惯了欸。不能放人，初级13万呢。那算是近战的了。防御，防御。上吧，真松勇。高机动，高机动，萨克，哦，可以哦，可以哦，可以哦。Yeah! Good. 高机动型萨克二。再来就是第三关，生命的证明。这个能不能赢啊？就那个最大值的那一次，上吧，36万、欸。闪避，尽量闪哦，速度变高。射不到，闪避，帅哦，哦，躲过了。可以啊，上把了，松勇哥。Yes 啊，
可以哦。没有问题啊。再打化作星辰。44万6。13万可不可以打过44万6？哎呦哎呦，闪得好啊！哎呀，第四关过不了。再过一次。就卡多专用里克德姆，卡车一直射一直射，连他一排血都没打完。真的不行欸，哦，好吧，那我们先到这里啦，可以大概13万可以打到第三关，所以还要继续拿一下他的设计图跟人物升级啦。好，这里是李白，我个人频道，我是李白，那我们下次再继续第三关、第四关的通关哦，大家拜拜。